陪我去拍照吗？咱可没拖后腿。
包括我在内，反抗、摇摆、沉沦。Thank you.
逃不掉了。人类同样也是掌控星空的女王，也包括我在内。不许跑！才是跟上我，反抗摇摆沉沦，也包括我在内。尖叫呢？尝尝本姑娘的厉害！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也包括我在内。尖叫呢？尝尝本姑娘的厉害！睡吧。你在打？跟上我。也包括我在内。造起来！睡吧。跳！逃不掉了。尖叫呢？反抗，摇摆，沉沦。不许跑！尝尝本姑娘的厉害！
也是掌控星空的女王，也包括我在内。跟上我！上！
也包括我在内。咱可没拖后腿。咦，茄子。
Thank you.
我去拍照吗？谁呀？今天不营业，明天再来吧。没兴趣，我缺时间，不缺钱。七路娃，我们是之前路过你这儿的，还帮你修过东西，记得吗？什么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从贝洛伯格外面来的那三个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还在城里乱跑？不知道铁卫正满大街找你们吗？快，快点进来，动作自然点，别被人盯上。啊，行了，到我这儿你们就安全了。我这机械屋隔音还行，平时也没人回来。你们到底犯了什么事啊？铁卫破天荒从前线调回一批，满城巡逻搜捕你们，整个上层区都人心惶惶的。我们这……先等一下，三月。布罗尼亚说，我们可以完全信任你。哦，你这话里有话呀，强调布罗尼亚信任我，意思就是你还没信任我喽？不错呀，够机警的。放心吧，我跟可可利亚说不上话，当年把我赶出筑城者的就是他，我犯不着站在他那边。除非筑城者公开确凿的证据证明你们罪有应得，否则我不觉得你们会干坏事。而且以我对筑城者的了解，要有证据他们早就公布了。这套我熟悉，可可利亚嘛，他办事就是这个风格，先让大家都忙活起来再说。毕竟忙起来后，还有心思琢磨细节的人就不多了。我？当然没有。可可利亚跟筑城者想做什么，不关我事。我的时间这么宝贵，琢磨那个干嘛？现在的我嘛，就窝在这机械屋里修修破烂，玩玩音乐，过得挺自在的。哎呀，我可没打算跟你们聊不堪回首的过去，还是说回你们吧。消失好久的布罗尼亚让你们来找我，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吧？你们可以信任我，虽然只有一面之缘，但直觉告诉我你们不是恶人。我的直觉可是很准的哦。最擅长，我来。还是我来吧，你怕不是要讲到明天。怪不得最近都没有布罗尼亚的消息，原来还有这么段故事。下层区啊，封闭好多年了，很久没人上来过，没想到是这样。我相信你们的经历，这么曲折离奇，自己可编不出来，何况还有这位希尔小姐现身作证。哼，星河啊，我知道布罗尼亚为什么要你们找我了。我还是筑城者的一员，在科研部工作的时候，研究的就是星河。不曾想被逐出了筑城者，还会再听到这个词。来吧，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们。星河的存在，贝洛伯格没几个人知道。就算知道有这么个东西，也不会把它跟猎界和寒潮的源头扯到一起。但根据那个机器人史瓦罗存储的数据，筑城者其实早就挖掘出了真相，只是研究结果被刻意藏了起来，确保不被外界知晓。是我运气不好啊，
那么多选题，我偏偏选了星河。看来，任何想要触碰星河真相的人，都会被驱逐和处理掉吧。或许我还要感谢可可利亚，他只是赶走了我，没有采取更一劳永逸的手段。我算出了星河与猎界有关，离真相已经很近了。可惜还没有证明星河是猎界的起源，就被逐出了筑城者。被革职之前，我正在申请现场勘测星河。虽然它是我的课题，但我从没亲眼见过它。所有研究都基于历史资料和在实验室里搭建的模拟场景。初步的研究报告和申请提交后不多久，我的处分就下来了。很明显，有人不希望研究继续。可可利亚，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说过话了。曾经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，彼此之间无话不谈。但从坐上大守护者的位置开始，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他以前秉持的信念，还有身上那股热情，就好像被某种力量抽出了躯壳。他亲自下达驱逐我的命令，一面都不肯见我。他后来的行为我不是很了解，早就放弃用正常的逻辑揣摩他了。有些时候，我甚至怀疑他其实是另一个人。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说不定守护者是代代相传的意识，真正的可可利亚已经消失了，是一代又一代的大守护者驱使他做出那些难以理解的决策。不知道，或许可以用这个点子写一首歌。杰帕德，可别，他人很正直，但可是出了名的一根筋。我老弟把命令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就算你把布罗尼亚的信怼到脸上，他也不会动摇的。跟他说话得靠技巧，要说服他，恐怕还得我出马才行。不过我现在还没想好策略。知道啊，虽然没亲眼见过，但我利用模拟实验和外派勘测做了粗略的定位。根据勘测结果，星河大概位于贝洛伯格的北方，也就是茫茫雪原的某处。我们必须找到星河，而且越快越好，最好在可可利亚有所行动之前。你能给我们指个方向吗？没问题，我正这么打算呢。但是这条路可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啊。贝洛伯格以北几乎被猎界完全吞没了，要前往北部雪原，首先得穿过银宗铁卫的前线禁区。就算平安穿过铁卫禁区，还有一大片猎界挡在前边。那是银宗铁卫主力部队的驻扎地，他们在那里整顿部队，抵抗猎界的入侵。听上去就我们仨加上希尔不大够啊，要不要回去地下让地火这就跟我们会合？时间怕是不允许。嗨，也别这么悲观，我干公职的时候常在北边转悠，跟前线的士兵军官混得可熟了。硬攻不成，不妨智取。这样吧，我亲自带你们过去，如何？真的吗？好耶，有熟人带路，一下心里就有底了。毕竟我也想亲眼看看星河啊，那可是我研究了十多年的课题，人这一辈子才有几个十年呀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事不宜迟，准备好了咱们就出发。
了老弟说今天会来，你们快找地方躲起来，我来应付他。杰帕德，你来了，我还以为前线这么紧张你没空过来呢。还好这阵子怪物的攻势有所缓和，我先回城里处理点事务，晚些再返回前线。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啊，哦对，是有这么回事。姐，你气色不太对，发生什么了吗？没有的事儿，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你通常不叫我的大名。哎呀，你不是一直很反感我当众叫你老弟吗？我觉得你说的对，平时还是用名字称呼你比较好，对吧，老弟？想怎么叫随便你吧。姐姐，今天我是为公事来的，壁垒装置出了故障，部队里的工程师无从下手，还是得找你看看。那帮人思维都僵硬了，当然看不懂我的设计。嗨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，放这儿吧，我来修。麻烦你了。跟我客气什么啊？对了，城里突然戒严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这，我收到的指令是对外保密。啊，小杰杰，翅膀硬了，看不起我这个庶民姐姐了。你别这样，算了，反正我不说佩拉也会告诉你的吧。昨晚布罗尼亚小姐突然出现进入克里伯堡，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大守护者怀疑之前的三个入侵者没有落入猎界，而是尾随布罗尼亚返回行政区，他下令全城戒严，逮捕形迹可疑的人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说布罗尼亚之前怎么没消息呢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不清楚，他没离开克里伯堡，大守护者只说他回来了，没提别的。好吧，我还挺担心他的，他不见之后佩拉说自己的工作量翻了一倍，连出门都没空了。他还真什么都跟你说了。啊，对了，上次我把歌德宾馆的年轻限量水壶落在这儿了，我带走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，姐？你今天真的很不正常。那边，哦，对了，你之前不是养死了好几盆花吗？我清理屋子的时候，把它们都堆到那边了，味道特别大，你不要过去。先不说这是什么奇怪的理由。你真的清理过屋子吗？不会又在搞什么被禁止的研究吧？才没有呢，你这家伙，老姐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形象？哎，算了，我的确不该侵犯你的私人空间。公务在身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先别走，那些入侵者，我就是想问问他们犯了什么罪。蓄谋颠覆筑城者，阴谋破坏贝洛伯格。哈，和处分我的理由差不多啊，可可利亚的手段一点没变。不要这么说，姐姐，我知道你对大守护者心怀不满，但这开不得玩笑。啊，又被你教训了。行吧，老弟，你慢点走，下次来听我跟佩拉排练。嗯，有空的话就来。哦，出来吧，现在应该安全了。什么电视剧的桥段啊？老弟去拿水壶的时候，我才是真的提心吊胆呢。布罗尼亚有危险，不行，我们得去救他。就我们这几个人去闯克里伯堡，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，希尔姑娘。你本事再大，
我也不能放任你去送死啊。哎，放心，可可利亚他不会对布罗尼亚怎么样的。就算人心善变，至少这点我有信心。布罗尼亚也说过类似的话。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反对那个可可利亚，某方面又特别相信他。看到了，没有铁证拍在脸上，老弟绝不会质疑可可利亚的命令。你们要是先去找了他，计划铁定完蛋。走，我们去铁卫禁区，只要抢先一步找到星河，可可利亚就拿你们没办法了。罗尼亚，他真的会平安无事吗？这么关心他，你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吗？要好，还谈不上吧。只是我答应过他。放心吧，她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姑娘。嗯，这我清楚。戒备森严呢，想溜进去怕是没戏了。希鲁啊，是你智取的时候了。好，交给姐姐我吧，你们跟紧点，别露馅了。前方军事重地，闲人不得入内。等等，这是这不是希鲁瓦大姐头吗？好久不见。这不是弗朗兹吗？好久不见，你怎么还在看大门啊？这话我没法接呀。希鲁瓦大姐头还是这么犀利。那个，这么晚了，您来这边干嘛？哦，后面这几个是谁？我老弟说禁区的能源管线出故障了，挺要命的，还有信不过外包的维修工，只好请我来打白工喽。这几个是我的助手，我们要把这里的设备都检修一遍。那个，我没听说管线有问题啊。拜托，这是技术部门的事，你守门的知道了能干嘛？哎，行了，快让我进去吧。要是半夜供暖出了问题，冻死人了，你负责吗？不不不，我负担不起。既然是杰帕德侍卫官的姐姐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好吧，这是临时的访客证，您拿好了。哦，出来的时候记得还给我。谢了，弗朗兹。找机会我跟老弟美言几句，让他提拔提拔你。不要啊，杰帕德长官最厌恶走后门，您提都别提我，就是最好的美言了。
我知道你们中有些混子觉得后备队每天就是游手好闲混吃等死，告诉你们，这种想法大错特错。在这禁区前有猎界怪物虎视眈眈，后要提防渗透城市的阴谋团体，到了情势危急的时候，现在放松散漫的家伙就会被两面夹击丢掉小命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每天训练增加200次卧推，外加30分钟的单手平板支撑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，长官。看吧，轻轻松松。不愧是杰帕德的姐姐。嗨，我可不想被人看成杰帕德的姐姐，这次是为了……看到中间那座机械栈桥了吗？穿过那座桥，对面就是人间地狱。大概是个冰雪覆盖、冷到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吧。做科研工作的人才没时间细想这些。这座栈桥对面就是禁区的前线，那里有望不到边际的猎界，一群疲惫的银鬃铁卫，还有弥漫着死亡味道的空气。想继续向北方前进的话，就必须穿过那片地狱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就是，已经没有撤退的余地了。那就走吧，先想个办法到桥对岸去。我参与过这种栈桥的底层逻辑编写，它是靠几台终端机联合控制的。我们去找找。杰帕德经常在前线执勤吗？对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这么危险，你不会替他担心吗？他是朗道家的人。哎，机械热潮又发新歌了，你听过了吗？听了，这次让佩拉做了主唱，吓我一跳，风格完全不一样了。哎，机械热潮也要转型了吗？摇滚已死，没有受众了呀。哎呀，别这么悲观，偶尔换个口味罢了。我觉得佩拉也不错。不行，这台终端下线了，从这里操控不了。那该怎么办？再找找别的吧。栈桥连接的每个平台应该都有类似的终端。真没想到，你和杰帕德居然是姐弟。的确，我俩的性格跟兴趣喜好都完全不一样。朗道家世代从军，很多人都英年早逝了，不大有时间留给兄弟姐妹。每个人只是努力过好自己的一生。不行，启动不了。看来终端的能源被人为切断了。不对，我又仔细想了一下，这可能是故意的安排。
在前线戒备期间，把栈桥调转到不贯通前后方的位置，然后从后方切断栈桥终端的能源，避免误操作或者出现逃兵的可能。这样做的话，即使前线溃败，猎界的怪物也无法通过栈桥渗透后方。罗尼亚说的是真的，影宗铁卫确实为了保护贝洛伯格拼上了性命。黑策而已，不过八九不离十吧。老弟说过，为了抵御猎界的怪物，他们不得不动用了一些极端手段。接着前进吧，两台终端都启动不了，咱们得去找源头的功能设备了。像大铁丸子一样的东西居然隔着一道门，怎么这么麻烦？它的学名叫机关能源中枢，连着那么多管线，恐怕整个铁卫进去的能源都是这一台设备供能的。难怪守卫森严，一台机器掌管所有，这会出事的，我们已经吃过教训了。只要获得这台设备的权限，我们就能操作机关栈桥的终端。所以我才跟守门的说，我们是来做紧急检修的呀。除了后方，前线肯定也有需要维护的设备吧。原来如此，不愧是你，我还以为那是你现编的呢。去问问那个铁卫，看他能不能让我们进去。哟，晚上好，大兵。你们就是来做紧急检修的工程师？我看你们在附近晃悠有一阵了，查出问题了吗？没有，目前为止一切正常。我推测问题出在能源中枢上。请让我们进去做个例行维护检查，我参与过这种设备的迭代。不行，没有警卫队长的密钥，谁也不能接近能源中枢。大守护者来了也不行。大守护，别斗机灵，没有密钥谁也不能接近。糟了，他是个聪明人。你要求密钥对吧？我该去找哪位队长？邓恩队长在前面休息，你们自己去找他吧，要是他同意授权你们，我自然放心。邓恩，邓恩，嗨，你早说呀。得了得了，那没事了，我们回头再来找你。西路啊，那个什么邓恩你认识？那可不嘛，老熟人了，他挺好说话的，看我来说服他。哎，马利克下周也要调走了，你听说了吗？最近前线和城里好像都很缺人手。真的假的？马利克刚升职没几天吧，不可能调他呀。哎，总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，神神秘秘的。调哪都行，别上前线就好。我刚入伍一年，可不想把小命丢了呀。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在后备队混吃等死能存乎谁？我们铁卫是为了保护贝洛伯格人民而存在的。哟，邓恩，
好久不见了，你都当上警卫队长了。西路啊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是那么……你气色不错。介绍一下，这几位是我的助手，帮我分担机械屋的工作。各位，认识下我的老朋友邓恩队长，他以前可是我乐队的王牌键盘手。啊，这位铁卫大哥也玩摇滚吗？你好啊。幸会。你们好。总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。萨克雷，你几天没洗澡了？我轮岗之前才刚……再说一遍。报告长官，2天没洗了。真不像话，在访客面前岂能如此失礼？抱歉，让你们见笑了。没事儿，邓恩。对了，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上台合奏一次。我现在的键盘手也不赖，但还是怀念在部队里玩乐队的时光啊。都是陈年往事了，西路啊，我都好久没碰黑白键了。再说，我现在一年到头守在禁区里，怕是没什么机会回城了。这么说有点见外，但你找我有事吗？要是没检查出什么情况，赶紧回城吧，这里不安全。管线我都检查过一遍了，似乎没什么大问题，就剩机关能源中枢还没排查过了。那边的卫兵说需要密钥才能打开闸门，能帮个忙吗？怎么了，邓恩？抱歉，西鲁啊，我能问问杰帕德数位官是怎么和你说的吗？我回忆一下。老杰，禁区的能源管线出了故障，吃干饭的外包维修商根本查不出问题。大概就是这样吧。我能再问问，他是什么时候联系你的？今天早上。对，就是早上。他今天不是负责城区巡逻吗？所以就顺路来委托我了。杰帕德长官刚刚回到前线，要不我再跟他确认一遍吧。等会儿，他已经回来了。不可能吧，他早些时候还在城里。西路啊，你还是跟从前一样不擅长说谎啊。你带来的这些人其实不是机械舞的助手吧？西路啊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但是你要时刻记住，我可是贝洛伯格的银宗铁卫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这件事我不会跟任何人说，但是这些外来者必须留下。交涉失败了。是我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的，我会跟你们并肩作战。事关贝洛伯格，不，事关整个世界的命运。邓恩，不要拦着我们。西鲁啊，我们过去每天都一起排练，你应该懂的吧？我的摇滚灵魂就是维护身为军人的尊严呢。怎么来砸场子？跟上我，该我出场了。准备好释放自己了吗？反抗，摇摆，沉沦。算你们运气不好。坏孩子呢？
偶尔也该认真一下，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朕被打针了。哎呀，怎么？正着而已，一起上，爵位在此。金将呢？恕我不敬，一出还没出场了。坏孩子呢？吃药了，对口味的好，看来是赶上了。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都亏你了。你在打？不许跑！我还挺能打的嘛。朕被打针了，睡吧。见机就行事。也该认真一下，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刚弄牌就来，你就先小睡一会儿吧，只是暂时晕过去了，不用太担心。死板的家伙，但很能打，地火缺的就是这种人。找到了，这就是秘药，快，趁还没引起注意，我们现在引起注意了。这是敌袭警报，整个后备区的铁卫都要和我们为敌了。都走到这里了，就算摔折胳膊再赔上条腿，我也要见到星河。走，回能源中枢，谁敢挡路，就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早知道秘药就在他身上，我一个人潜进去拿走就好了。别马后炮了，希尔姑娘，只要机械栈桥启动，跟上我。睡吧。
没拖后腿。咱可没拖后腿。谁设计的呀，这么繁琐。哎呀，应急消防疏散系统肯定不是这个。舞池摇滚氛围模式，这谁家的？还有我的歌。机关栈桥控制终端啊，还不是让我找到了。搞定，能源系统已经重新上线了，去操作栈桥终端吧。那个西路啊，就算咱们通过了栈桥，对面不还有更多铁卫守着？对，没错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么一路冲过封锁线，要么以理服人，随机应变。
小心，前面有个大家伙。没有别的路，只能正面应战了。哼，我们连史瓦罗都赢过，还会怕他不成？上吧。怎么来砸场子？看来是赶上了，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都亏你了。怎么来砸场子？金将呢？算你们运气不好。偶尔也该认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这首歌送给你。自己了吗？反抗，摇摆，沉沦，准备打针了。游戏来了，尖叫呢？吃药了，这口怎么？见机就行事。捧场的人还不少。你在哪？准备好释放自己了吗？反抗，摇摆，沉沦。偶尔也该认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赶上了，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这首歌送给你。真了。
偶尔也该认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能源供应恢复，系统上线，开启验证，快点快点，40%、65%、25%，总算好了，这下我们有操作栈桥的权限了，动作快。成了，走吧，咱们该去前线了。没问题吗？令弟可能也在那里。大概吧，遇不到是最好，要是碰上了，就只能试着跟他谈谈了。你有把握说服他吗？把握不到30%吧。那就是还有动物的可能性了。你没发现我们不管想说服谁，结果都是要打一顿吗？容我确认一下，西路王，如果我们和令帝无法达成一致，你会站在我们这边吗？那当然，姐姐我言出必行，既然承诺了要跟你们战到最后，我绝对不会食言。下次冒险之前，咱可得好好跟姬子姐姐请教一下谈判技巧，总靠打架解决问题也太不符合少女的优雅了吧。哼，老爹入伍后我就没再跟他打过架了，小的时候他可打不过我，现在嘛。姐姐，真的是你。等等，杰帕德，听我说。少尉向我报告的时候，我还在想着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。也许是入侵者挟持了你，也许你进入禁区和警报完全无关，但……姐姐，离开入侵者，慢慢走到我身后来。你和他们不一样。抱歉老弟，我说好了要站在他们这边。给我几分钟时间，只要几分钟我会解释清楚。别说了，西鲁瓦，这是什么地方你应该很清楚不是吗？老道家族最熟悉的就是这里，它是抵御猎界的最前线，守护贝洛伯格安宁的核心要塞。这里的银宗铁卫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做好了随时为人民牺牲的觉悟，时刻准备好为贝洛伯格抛洒热血。而你带领这群罪犯冲入禁区，伤害铁卫兄弟，劫持能源中枢，事到如今仍然执迷不悟，你对得起老道这个姓氏吗？你以为我们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？我们找到了驱散寒潮、封印猎界的办法，那可能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线生机。若当真如此，为什么不禀报科克利亚大人？为什么偷偷摸摸混入禁区，制造混乱？你不明白，阻止我们接近真相的人，就是科克利亚。你和那边的三个人都亲自见过大守护者，既然他不认可你们的说法，岂能擅作主张？听我说，杰帕德，猎界的诞生和蔓延与星河有关。铸成者记录中的那颗陨星，他……我知道星河，你身后那几个犯人就是为他而来。但守护者大人已经对我说出了真相，这几人别有用心，想要偷窃铸成者的宝物。守护者大人一早提醒过我，你异想天开，触碰禁忌的知识，会给贝洛伯格带来灾祸。
但我相信你，姐姐。我相信你对人民的忠诚。可是，铁卫，列队，捉住他们！劣迹怪物随时可能进犯，没有时间浪费在这群人身上。禁忌之所以为禁忌，正是因为真相隐藏其中。可可利亚害怕我们掌握这些知识，她畏惧真相大白于天下。为了拯救世界，我们只好孤注一掷。好了，我要解释的就这么多，至于你信不信才不关我事。反正老姐我一直都这么任性，遇到讨厌的事或人就要站起来反抗，该坚持的事就绝对要坚持到底。将你的解释留给审判官吧。现在我以戍卫官的身份下令捉拿破坏铁卫禁区的犯人，这不是小时候的打闹游戏了，姐姐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壁垒的故障还没修好呢，别大言不惭了，弟弟。哎，我就说凡事要交涉的情节最后都会开打吧。释放自己了吗？不管是反抗、摇摆、沉沦、豆浆，不可动摇。怎么来砸场子？跟上我。准备打针了，吃药了。等等牌就来，神清气爽。你在打，恭喜吧！冰火指令，柔光加护。哎，造起来！该我出场了。睡吧，见机就行事。自己了吗？反抗、摇摆、沉沦，尖叫呢？我还挺能打的嘛！嘿，坏孩子呢？都亏你了吗？看来是赶上了，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啊，神清气爽。嘿嘿，恭喜吧！这首歌送给你，算你们运气不好。你在打？放弃抵抗！好疼！恭喜吧！偶尔也该认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睡吧，等等牌就来。跟上我。听我指令。准备好释放自己了吗？反抗、摇摆、沉沦，该我出场了。见机就行事。存护之名，你在打？
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睡吧。怎么？闷声发大财？嘿嘿，捧场的人还不少。跟上我。也尝尝本姑娘的厉害，不可动摇。你在打？准备好释放自己，反抗、摇摆、沉沦。这家伙好扛打呀，我从没遇到过这么顽强的对手。好像怎么都打不倒他，因为他是个一根筋，辩论也好，打架也罢，只要他认定了一件事，是死也不会让步的，所以才不可爱啊，这家伙。差不多了吧，杰帕德，看看你周围，只剩你还站着了。就算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不会屈服。我们并非要以武力征服你，那样的服从毫无意义。是啊，我们的目的和你希鲁瓦、布罗尼亚明明是一致的呀，都是要存活这个世界，根本没有敌对的理由，好吗？杰帕德，老弟，到了这份上，你也该懂得变通一下了吧？就算你不相信这些外来的朋友，也该相信我。可能姐姐我确实把你的新人都消磨光了，那就至少相信布罗尼亚吧。布罗尼亚小姐，该说的都说了，老弟，该怎么做你自己决定吧。我是银宗铁卫的侍卫官，职责所在必须执行大守护者的命令。但布罗尼亚小姐是前线实际上的指挥官，根据军规，当前线指挥与后方筑城者的指令发生冲突时，应原地等待进一步的指令。对银宗铁卫而言，守护者的命令是至高绝对的，但在誓言里还有一样东西和他的命令同等重要。贝洛伯格的人民。对，失去了人民，铁卫的意义就不复存在。与猎界怪物的作战是为了存活，但和你们的战斗，我现在不明白它的意义。如果你们真的能阻止不断膨胀的灾难，那贝洛伯格的所有人都欠你们一份感激。但如果你们是在用一层又一层的谎言粉饰真实目的，利用布罗尼亚和姐姐，我对克里伯发誓，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制裁你们。他们没有说谎，我向你保证。你就是希尔，身手不错，但不像是铁卫的战法。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些人的确帮了下层区很大的忙，很多人都愿意为他们做担保。我知道了，想继续向北方进发，要穿过一整片完全被侵蚀的裂界，才能到达另一头的雪原。在下一波袭击到来之前，
铁卫还能争取一些时间。茄子，禁区的大门一旦打开，另一头的怪物就会倾巢出动。银宗铁卫能做到的，就是尽量拖住敌人，给你们争取一些时间。一旦你们突破了前线，我们就再帮不上什么忙了。北方的猎界里究竟是怎样的景象，只能由各位自己一探究竟。所以，你们下定决心了吗？我明白了，握紧武器，这肯定会是一场恶战。铁卫，听我命令，打开大门。你们每天都在面对这种攻势吗？司空见惯了。银宗铁卫，列队。我可不想欠铁卫的人情。他们要攻过来了，准备御敌。横场的人还不少。也该认真一下，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我可就要睡吧。
尖叫呢？我还挺能打的嘛。准备打针了。释放自己了吗？反抗，摇摆，沉沦。跟上我。算你们运气不好。走开。见机就行事。就用这吧，这帮家伙真是没完没了呀！数量再多也只是杂碎而已，是赶上了，别退后。偶尔也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尖叫呢？我还挺能打的嘛！准备好释放自己了吗？反抗，摇摆，沉沦。我还挺能打的嘛。你在打。准备打针了。啊，神清气爽。出场了，有两下子，早说过了，杰帕德，壁垒还没修好，不要逞强。这只是第一波敌人。很快就会再集结，我不能听你姐姐的话吧，铁卫，一看就知道你的状态还没完全恢复呢。外来的希尔，趁着下一波攻势还没开始，你们赶紧突围吧。哎，齐鲁瓦，你不和我们一起去找星河吗？老弟独木难支啊，刚才把他教训了一顿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而且我不帮把手的话，下一场战斗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我也很想跟你们一起啊，真的很想。星河近在咫尺了，离我那么近，我一直想看他一眼。但总不能丢下老弟和这群铁卫不管吧，我可是朗道家的女儿啊。交给你们了，我相信你们能做到，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希望。赶在可可利亚发掘之前把星河拿到手吧。希鲁瓦说的对，我们走吧。铁卫为我们打开了通路，不要辜负他们。星河的模样记得拍张照给我呀，小姑娘。一言为定。放心吧，我们可是很厉害的。猎界的活动加剧了，亚利楼六号上正在发生某种变化，我们还不懂什么，吉子。相信他们吧，这可是他的第一次开拓任务，没有点压力和波折，怎么能成为青春的回忆呢？觉得无聊了吗，瓦尔特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不过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机会，这一次的冒险回忆就留给他们三个吧。你判断他们是安全的，对吗？没有出现星神或令石等级的虚数反应，放心吧。
属于年轻人的舞台，我们不应该插手，顶多来一点场外援助吧。这就是杰帕德提到的那片裂剑。边缘通路受到的侵蚀跟这里比起来完全是小巫见大巫。希鲁瓦说过，星河很可能被藏在贝洛伯格北部的雪原中，想抵达那里恐怕得先找到这座裂界迷宫的出口。我说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地方很诡异？感觉就像我们在被好多双眼睛一直盯着。这地方让人起鸡皮疙瘩，不舒服，皮肤下面好像有虫子在爬。现在我们没有向导，也没有能直接指向星河的探测手段，只能步步为营。但也不必悲观，裂界的污染越重，就证明我们离根源越近了。
吧，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拜托，哎呀，滚了！尖叫呢？你在打？尝尝本姑娘的厉害！怎么？要陪我去拍照吗？